想要做网站或 SEO， 却不懂得在网页上看标题标签。点赞并收藏这条视频，方便日后翻看。标题标签或 heading 是网页设计和 SEO 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。标题标签可以用来区分页面中不同标题的重要性。通过 H1、H2、H3、H4、H5 和 H6 进行定义。最重要的标题会被标上 H1，而 H6 则用来定义最小的标题。想要检查网页上的标题标签，你可以使用两种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使用 View Page Source 查看网页的源代码。不管你使用的是谷歌浏览器还是火狐，你只需在任何的页面上点击滑鼠的右键，选择 View Page Source。当你来到源代码的页面，你只需使用 Ctrl 键加 F， 并搜索 H1， 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网页最重要的标题了。第二个方法则是使用 Inspect。你只需在网页上寻找你要检查的标题，然后用鼠标对准它并按下右键，选择 Inspect。你就能在 Inspect 工具上看到相关的标题究竟是 H1 还是其他标签。想要知道更多关于网页设计和 SEO 服务的资讯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